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潘大帅，欢迎收看本期大帅的实况演示新角色视频啊。这里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上一把这个遇到人机被四跑了，我这把要好好打一下。这把的话排了很久啊，终于排到了这边的真人。哎，我们来看看能有什么样的发挥呢？这个位置，哎，突突突！哎呀，砸了我头！这上来好像感觉要带个张狂呀，你不带个张狂，这还不太好处理啊。杂技不好抓，我们换一个，换一个。那毕竟熟练度还不高，你上来抓个杂技还是蛮头疼的。我觉得这个角色可能需要带个张狂。耳鸣都消了，这边没有人吗？中场这边有一个，中场这边有一个，但中场这里我们提前先突起来。啊，突突突突突！算了，那直接打吧，感觉还不如直接打呢。他这个镜头比较难调。还能飞，你能飞，我能突，我能突到吗？哇，这个刀有点慢呐、啊！这波击倒还行啊，因为这刀阵容修的也就这样了，没有机械师什么的，还有的打。就是这个蓄力刀差点让他给飞走了，看一下这边，嗯，直接丢一个，哎，过去封一手。这里是画家，我们看他们怎么救人啊，怎么救人。这边已经有耳鸣了，还没想好这边该怎么救，怎么防守。我们先老老实来防守啊，老老实实的来。哎，还好没搏命，画家来救人。这边的话佣兵来的有点晚，减个速追一刀，好的，还差一刀到二阶，然后佣兵再来救的话呢，我这边可以打到二，后续应该就会好一点。但我感觉他的防守，你要是突突突突突，我得二阶的时候过来救，我可以一直突啊。突的话呢，我们看下突突突突突能不能打断这边的救人啊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人呢？来了来了。哎呀，我去，还搞这手！我打一刀先当二。画家这边好像，那直接开热油来，哎。哎呀，没丢过去，这有点伤，这，我就说了吧，这人很难对呀、啊，84、90还在涨，还在涨，烫死他。好的，这里发现了一个之前没发现的，就是他如果身上附着着这个热油的话，是会那个慢慢涨的啊。这里，先丢一块泥球，哎，先封住。好的，这边密码机大家可以看到，也是可以封住的啊。我们直接突起来。外面的机子还有两台没修，所以说我这边还有机会，能定住他吗？95。哎嘿，可以，外面机子还是没有修，这把有机会了。我们的话就近那边密码机在点的话，我这边开一个热油丢块蜡过去。哎，丢不过去呀、啊！这个丢过去的话就好了，我要守着还秒击打。
这不太好丢。不太好丢。还挺难的呢。外面的话机子还没有修，所以说不着急啊，不着急，我们这边慢慢来。哎，好的哟，下板，先打了再说啊。这边是遗产级，补完状态想强行开。哎呀，聪明啊，这被他们强行开了。不过佣兵这边的话没有道具。难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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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角色没有一定的熟练度非常难打。简单速那边的话应该是贴着门的，应该平了，还行吧。打呢能打，但是太吃熟练度了，非常非常的吃熟练度。看看会不会再来救一波。杂技这边的话如果带薄命，不过我有挽留，点的话应该是点大门的。我们这边，哎，我看一下能不能丢过去啊？他好像，就算你把视野调高了，也是没有办法翻越这个地形的，他只能平地丢。平地丢的话，这个距离也丢不了太远啊。好的，也是感谢大家收看本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